而家咧身處阿仙奴博物館啊，呢、這個博物館都記錄咗阿仙奴嘅歷史啦，同埋佢所有嘅重要嘅比賽啦，同埋好多好多唔同嘅戰利品。不過咧，今日我雖然參加唔到球場 trip， 因為賣曬飛，咁聽日又要翻香港啦。不過冇辦法啦，我嚟到呢個 museum 我已經好開心噶啦，勁啊！連1950年嘅片都有。